走吧，爸爸背着你回去呗，那就。啊，咱们上车去拿点药去，走，拿点药吃就好了。过来背着吧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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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背一会儿就好了。不想走。哎呦我去。坐一会儿就好了，估计把这手往上点。压疼了，他今天吃了太多冰激凌了，回家吃一个，早上走的时候还吃一个。这是骑上了，我说背着他骑上了，再骑两年也就大了，父母不就这样。我家老大现在骑我脖子上，老弟，我高低我给他扔下来，那也像骆驼骑我似的。老大现在赶上他妈那个呢，相当于我媳妇骑我头上了，就像。哎，走错地方，不是人小孩玩的，所以他吧，再加上点牙疼。所以说这养孩子，老铁们，作为父亲母亲来说，也挺他妈难的。